谢谢谢谢傅和子的优秀演出啊！傅老师，真名称刘傅。今天呢，在给大家带来特别精彩节目的同时呢，也想让大家更加了解我们的蒙古音乐啊。那下面呢，我就给大家介绍一种乐器吧，好不好？它只有两根弦，但是呢，它会奏出特别多的音乐类型，可以给大家演奏一段。有一个有难度的问题了，就这件乐器叫什么名字？大家能不能猜到？这个有一点难哈，那我就给大家普及一下，它叫徒步秀儿，是蒙古族的乐器啊。那么霍老师呢，除了他带的乐器以外呢，他自身还携带了一件乐器，你给大家展示一下吧。这个乐器是我的嫂子，对，呼麦。下面给大家演示两种呼麦吧，第一种更用呼麦。第二种是低音呼麦。神秘的声音啊，有没有小朋友感兴趣想上来学一下？学一下这个技能，很牛的哦！来，你来，来你上来学一下，你看看，来吧，来上来，来先上来。教一下这个小朋友，看他能不能学会啊。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静凡。你好。你好。呼麦，它大体意思就是喉头喉结是往上的，但是唱歌是它是往下压的，而呼麦是它恰恰相反，是往上，喉头往上。口水，咽一下口水。谢谢，非常棒，非常棒，谢谢。来送你一个小礼物，好不好？谢谢你，好，谢谢大家。我看今天呀，谢谢贺老师，我看今天在座啊，也有很多啊，我们可爱的爷爷奶奶们，那在我们草原上呢，我们的爷爷奶奶们也非常的可爱。那下面呢，就把一段舞蹈献给大家啊，请欣赏爷爷奶奶。
谢谢谢谢可爱的爷爷奶奶们，我对这个节目真的也是百看不厌啊，他们真的太可爱了，尤其是奶奶们，虽然扮演奶奶，也是漂亮的奶奶们啊。说到美丽，说到漂亮啊，我想大家对中国的四大美女有没有了解？有了解吗？哦，有了解的朋友呢，可以回答一下，因为下面呢，回答正确，我们有10月1号3:30昭君出赛，价值68元的票送给大家，啊、哦，有了解的吗？可以告诉我。我给大家提示一下好了啊、哦，四大美女，我给大家提示三个，还有没有能猜到最后一个？她就是我们舞剧的主角，啊、哦，其中三个是西施、貂蝉、杨玉环。